坐洗頭艇翻去洗頭啦，咁中意坐洗頭艇，通知翻秘書處唔好抽出嚟傾。如果要拉布啊，你坐多兩日兩夜都未過啦啲工程，有啲常識至得噶做嘢。你咪想我拉啊？係嘛？係啦，扭交打，喺扭交打，呢啲係張德公叫你咁做嘅咩？啊！即係共產黨奴才就要聽中央指示㗎啦，要建立和諧社會啊！阿陳議員，我哋講翻呢個項目啊，請你。冇啊，得閒要訓示下呢啲咁嘅奴才至得㗎，真係有關。